设你现在是你们的这个球队现在是落后一分，你会怎么想？就是我会先深呼吸，然后我先把自己做好，然后把气势带起来。姐姐，如果你朋友在生活中遇到状况，你会怎么办？我除了先关心他，我会鼓励他，让他先去认识自己的状况，然后不会因为压力大，然后去选择一些不好的事，让他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活。